现在请各位看555页这一章经，我们先看一看。子曰：“善人骄民戚也，亦可以己容矣。”善人在这里讲。是一个他做的事情对人都有好处啊，行善的人，这善人呐，做事情不会害人呐，也这种善人。来教民戚也，也可以即容易。这个善人在这里讲，治理国家的，治国。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上面有天子，天子所封的各国呢，那就是国君。国君下面有卿大夫，这个善人呢，指的是国君。国君当然最好的圣人来治国，那不得了啊！那当然好了。天子当然更需要圣人来治理天下。诸侯呢，就是国君呢，他如果有圣人来治国，也是非常好啊。但是圣人不多啊。比圣人要次一等的，就是贤人，圣贤的贤呢。再比贤人还次一等的，就是善人。善人虽然比不上那个贤人了，可是呢，他的治国也不错了。他来治国，为什么叫戚年呢？古时候，你这个治国的成绩，在上面的天子要考核的呀。3年一考核啊，天子对于国君、对于诸侯要考核，国君对于他的卿大夫啊，也考核呀。3年一考核，这个。七年呢，七年呢，已过了2个3年了，经过2次考核了，到第七年呢，第三个考核的年开始，就七年，经过2个3年呢。考核之后啊，你这个政治的成绩就要表现出来了。
如果头三年考核的呀政绩还是很普通，那没什么好责备的。你三年的时间呢，这个效果没那么快啊。那么再三年，你要改善就可以改善了，改善的更好了。到了第三个三年。 开始的话，那你个政绩就要拿出来了。这个政绩不像现在，现在你一年两年就要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学的一个政治啊，都是西洋政治。 急功近利，马上就有表现，马上没有表现的话，你这个政治就办不好。古时不是这样啊，古时个政治，除了行政，还有教育。行政也并不是说一两年就能表现出来啊。 古时候政治是一个政治家，善人也好，贤人也好，一般政治啊，都替民众啊长远的利益来计算的，来制定的。 长远的利益啊，并不是说哪里道路啊，我们得修理修理，这个当然也重要了。长远的利益，这个农作物，把它这个。 水利设施，那个农产品的怎么样？这个农业怎么改良、耕作的方法啊？要指导老百姓呢。你就真正随时在研究，随时在指导啊。一般民众的。 饮食卫生一般人不懂，你政治应该了解，随时要知道，知道之后老百姓呢，他的这个健康状况都要显出来，就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啊，多方面的。 政治它是范围很广泛的，尤其在这个人伦方面，如果这个善人在来治疗之前，这个时代很乱呐，时代很乱，社会这个道德崩溃了。 那个管子所讲的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啊，在乱世，礼义廉耻崩溃了没有了。你善人来治疗的话，你把礼义廉耻一般人的这种道德观念呢树立起来，不是两年三年能够看得出来的。 这要配合教育，教育就是要讲到根本的时候，你这个国家的教育啊，你要教一般民众，并不是说你要。
投资啊，现在房地产快要涨了，你赶快投资房地产。哪一种那个股票看准了将来可以涨的，你怎么样？投资股票市场，古代不讲这个，这个是急功近利的。古代教育不教这些，现代教育才讲这些，教一般人怎么样发财呀，从事政治怎么样赢得选民的选票啊。古式教育不讲这个，古式教育根本的教育就叫你学做圣人。学做圣人从哪开始教呢？教人家觉悟，人人自己都有圣人的本性。这就跟佛家所讲的呀，人人都有真如本性。人人能够成佛，就凭人人本有的这个本性，他能成佛。儒家讲这个成就圣人，也是有这个本性的。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，就是本性的。所以古代的教育，就叫人家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。悟了这个本性，然后啊，你自己学道，自己就要把这个本性开发出来。本性开发出来，我们人世间，你在世间的求的学术啊，求的怎么样升官、怎么样发财的时候呢？念的再多，升官就升到这个做了大皇帝了，发财发的全世界第一号的大富翁了。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不是很多钱可以买来的。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不是你做了皇帝就可以免了，就可以没有生老病死，不是啊。生老病死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啊，本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，这是古代教育的根本呢。所以在古时候，天子考害诸侯，诸侯考害这个他的国内的一些大夫，大夫之家，就考这些行政教育，不是两三年就看出来成绩了。但是一个三年，再一个三年，那当然有所表现了。到了第七年的时候，那成绩可以显出来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善人教民呢，这是讲教育啊。教育民众，教了七年了。易可以积容易，易这个字啊，就是你这个教育包含很广，教老百姓呢，根本的是教人家明了自己有本性，学做圣人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生产教育。这个工商教育，这都是教育啊。一般人的这个怎么样谋生，这古代也要教啊。那它是范围很广的，但是无论是哪种教育，都要以这个学做圣人的这个教育为根本。那么这里讲易可以即容易啊，这个教育含义很多啊。
这里讲吉荣，你试试那么多的教育，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啊，吉荣，吉荣说你这个国民经过教育，这个当中包含有这个军事训练，到与国家作战的时候，国家什么作战呢？中国自古以来不讲对外面攻击人家，不是侵略人家的，但是人家有出兵来侵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个国家，我们应该抵抗。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对日本人叫抗战呢，对日本是抗战，日本是打到中国来的话，我们在抵抗它，叫抗战呢。这里可以集中，集中的话，你对于国民呢，任何一个国家自古以来，它应该有国防，防什么呢？是防范敌人来侵略。你在这个教民有七年了，这个当中包括有军事教育，这个时候如果有外国人，出兵来侵略，那么你这个善人所治理这个国家教的民众啊，这个时候可以集中，可以拿起武器来，来对抗外面侵略者。这是讲善人之国啊，善人之国，既是教民，那当然不单独指的是军事教育，还有其他的教育，所以古人注解呀，就包括有教老百姓呐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教，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种道德教育，到这个配合再有这个军事教育，到时候啊，有外国人来侵略的时候，你国内这些民众啊，他自然的，可以抵抗国外任何的这个侵略的这个行为。这是善人之国啊，不是善人之国，谈不到这些。这些之国才是为这个国的长治久安，对于国内的民众才是啊。长久的利益，不是眼前的。你拿这个标准看看现代各国的他所讲的这个政治教育，这里不必再讲了，各位自己可以看了。所以孔夫子讲的政治啊，跟现代的一个讲的政治啊，迥然不同的。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往往就说：“啊，你这个孔夫子讲这一套是过去专制的君主的这个政治，比不上现代自由民主的这个政治啊。”
你要考察考察这个史记呀、啊，讲到史记的时候，你现在哪一国家这个民主的这个教育，能够替老百姓这样长治久安这样设想啊？现在这民主国家都是提倡叫政党政治，政党政治呢，个人为自己的党，在党内呀，个人为自己，党跟他提名了啊，他就得到他这个党的支持，他会出来选的。党要不提名他呢啊，他退出这个党了，他自己，来无党籍的自己来选了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还是为自己呀、啊？哪一条能够跟孔夫子讲的相比呀、啊？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迷信现代人讲的那一套。后面，556页。子曰：“不以教命战，是谓弃之。”孔夫子说：“这个以不教命战呢，也就是派遣那些不教之民。”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来作战，是为弃之啊！这就是所谓弃之啊！把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，包括军事教育、道德教育，这是教民呐、啊。教民为什么不纯粹讲军事教育呢？还要讲这道德教育呢？纯粹讲军事教育，不讲道德教育啊，他那时候作战，你叫他作战呢？你问他，你为谁来作战？你为什么要作战呢？为何而战？为谁而战？他答复不出来。你要有实施道德教育，教他明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德啊，加上军事教育，这就是啊，受过教育的民众。他有作战的这个能力，也能说出来为什么作战，为何作战，这道理明了，一定能够打胜仗。反过来讲，以不教之名来作战呢，是为弃之啊。弃之是什么呢？就把那些没有受过这些教育的这些民众啊，把那些人送到战场上送死啊，或者一到战场上了，看见敌人那个势力强大，他马上投降啊。这就是弃之啊！不教民，用不教民来作战，就是舍弃了这些民众。这一章，也与前面呢，有一些连带关系。前面是讲。善人教命七年，亦可以吉荣。
这里是啊，讲这个还是与前面有连带的关系。这一篇呢，子路这一篇是讲完了，后边，宪文这一篇，开头一章就是宪文旨，所以这篇呢。 篇的题目，这叫宪文。宪文旨，子曰：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耻也。可发愿于不行也，可以为仁义，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无不知也。 这一章有两段，第一段讲这个耻，第二段呢讲这个仁，这两段。宪文，宪就是。 原先，啊，在《上论·雍也篇》里面，原先为之宰，那就提到的，那里原先就是这里的先文，就是先。 现就是原先的名字，他姓袁，原就是原来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袁，号呢叫子思，袁子思，他呢。 在问孔子，问耻啊，学《论语》，在称谓方面，或者叫称呼方面，我们也了解。我们称呼朋友，不能直接。 叫朋友的名，要叫朋友的字或者号。对于长者，更不能直呼其名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对于长者自己称呼啊，不能称呼字。 对长者，比如说我对家里的长者，我对社会上那个善知识，他的年岁，他的道德比我长，我对他称呼我自己呀，不能讲我，也不能拿我的字号。 称呼自己，我拿我的名字，我对长者称呼自己呀、啊，称呼自己名。这里呢，原先呢，姓是他的名字，他对孔子称呼啊，就是称自己的名。 那么他问子，孔子答复他：“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。”
耻也。这文法我们也要了解。古人注解呀、啊，他有的把这什么呢？傍有道骨耻，傍无道骨也是耻。这个宋朝朱子就是这个注解的办法。他说：“傍有道骨，你在有道的一个国家去做官，骨就是俸禄啊。你拿了这个俸禄，没有什么作为，这就耻辱。傍无道，这个国家没有道的时候，你拿着薪水，帮助国君做那无道的事情，也是耻辱。这个讲法跟这个我们真正研究这个文法了，它固然可以讲得通，但是啊，是不是把孔子的原意讲出来很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老师过去是选择这种讲法，傍有道骨，在这里就是断句啊，国家有道，你在这国家做官，帮助国家办事，骨你拿着这个俸禄，就等于现在做公务员，你在公家机关做公务员，你把这个公务的事情办好，拿到适当的这个薪水，那是适当的待遇，这是应该的。这个没什么好耻的。做公务员拿正当的薪水，这有什么耻呢？所以在古时讲，傍有道，你在有道的国家，你帮国君来办事，你拿这个俸禄是应该，是该拿的，就是古国君拿着俸禄，这里就是据点，你俸禄也应当拿的。下面呢，帮无道，这国家没有道，你无道之君，你也去做事情，这怎么呢？你这个即使国家无道了，你所办的事情呢，无非是迎合那个无道之君的所好，那个无道之君不是叫你替全国人呢、谋求长远的利益，他是叫你替他个人办事情。他个人办事无非是把这个民间的财富搜刮过来，自己在享受，或者巩固自己的权位的。你帮这种无道之君来办事情，你拿的这个俸禄
这个俸禄都是来自民间的，民间的官僚纳税呀，你拿了民间的这些财力呀，你帮舞蹈的国家在舞蹈国家做些舞蹈的事情，拿了俸禄，这是耻辱啊！ 这样讲合乎道理，合乎这个这一章的文法。明明的是上面讲帮舞蹈鼓啊，那就一那是一段呢、啊，帮舞蹈鼓，这才是耻啊。所以这样讲好。 所以，这个许鲁老人过去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啊，他教我们呢，遇到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对于文章的章法也要下点功夫来研究啊。他老人家曾经举例子。 比如说，唐朝人作诗，往往做的诗啊，就在这个当中有一两个字要改，想了一两年的时候啊，往往有的，他下这个功夫，不是随便的。 这一个字想好了，那就是非常重要了。诗眼就在这里，修文章也是这样啊。文章往往那一个字，或者这一节，要分得清清楚楚的。 古人作诗作文，如果说做的这一首诗或者做这篇文章，人家要把它指出来，哪个字不对，他这篇文章不要了，宁愿不要，就这样的讲究啊。 这张书，我们就照这个讲法来学习。后面这一段，克法怨欲，不行也，可以为仁义。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无不知也。”这一段呢？ 在这个黄侃书，以及后来《新秉书》，清朝的刘伯南的《论语正义》，都把这一段呢，跟前面那一段并为一章，并为一章啊。 也是两个要点，一个是就问耻，一个是这个问这个人，他们这几位注解古人注解呀，就把它跟前面。 编作一章，这是他们虽然讲啊，有主张，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根据什么呢？在《史记》里面，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啊。
提到原先呢，他就讲，在这两段，在这个克法源于不行业上面又加上自是曰，自是啊，就是原先的，他的一个字号啊，加以"自是曰"三个字。那么在司马迁的话，他引用《论语》啊，就是有这三个字。这样看就很明显的，跟前面是后一章。那么现在就讲了。克法源于克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讲，克就是啊，不要跟人家好胜过人家。拿自己的长处来跟人家比，认为自己胜过人家了，这叫克。所以古人注解呀，这叫好胜呐。我们一个人不要好胜。法呢，这有颜渊所讲的。无法善，法善就是自己说出自己的好处，自己有什么别人高明的地方，自己到处宣扬自己，这叫法善呢。曰。原是不要跟人家结怨。我们在世间呢，对于一切人，不要有怨恨心。为什么不要怨恨心呢？人与人之间互相见面呢？都是缘分，即使有缘分见面了，我们不应该怨恨任何人，是好人是坏人，对我好是不好，我们都不要怨恨人家。于是贪欲，贪欲更要不得，贪欲就是怨这个。欲啊，都是烦恼，在佛法里面都是这个烦恼。克法源于不行，都不要让这克法源于啊来用出来。可以为仁义了，这个可不可以是仁呢？孔子说，难能啊，能够。克法源于不行呢，这是难能可贵了。但是仁在不知也，是不是仁？孔子说，不知，那就是意思说还不能算是仁呐。仁是个更有作为的，你克法源于是自己修养自己。仁的时候不但修养自己呀，还是要做很多。有利于人的事情啊，那才是人呐、所以孔子讲不知也。虽是不知也呀、但是这几个，克法源于不行都是好。我们就要学着克法源于不行啊，修养自己的品德啦，非常重要。
平台修养好了，一步一步的修人就快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